亲爱的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祷告时光，陪你一起祷告，一起亲近神。用神的话提醒自己，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在诗篇第十篇17-18节说，耶和华啊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。我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信靠神的爱，使自己强壮，不再轻易受到伤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我不能改变别人对我的厌恶、批评、错待，但我知道我是你爱的宝贝儿女，所以我要拒绝被这些人伤害，只要安静在你的面前，等候那伸冤的日子。求你让我看见，当跑的路还很长，应该享受你每天的恩典，去完成你命定在我身上的计划。不要浪费时间在负面情绪中，学习交托之后，潇洒地转身，继续与爱我的神一同前进。就算哭泣，我也是到你的怀中尽情哭泣，因为你才能完全明白我的心，你的安慰大有能力。求你允许我偶尔软弱一下，你也鼓励我再次刚强起来，让我在伤心中学到功课，修剪我的性情与个性，为要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强壮，成为你手中被大大使用的器皿。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在神的眼中你都是美好的创造，靠着神的爱活出精彩的人生。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